个真的很好画，因为我是右眼比较顺手，所以我刚刚一笔就画完。嗨，波波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柯佳燕，今天破天荒的要来教大家我的一些美妆小技巧。像我自己就化妆的时候，重点比较会在眼睛，然后尤其是眼线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会喜欢用眼线液，就胜过一般的眼线笔。我的眼睛，我的眼型的话，因为双眼皮没有那么明显，但我会希望眼线画上去之后还是看得到有双眼皮的感觉，所以我会画比较里面，就是内眼线的部分，然后再去加强眼尾，先描，然后把……哇，天啊，一边化妆一边讲话好难哦，我从来没有在化妆的时候这样讲过话。就当你里面整涂满之后，就可以拉眼尾，把它拉出来。好好画哦，这个怎么会这么好画？好，这样就完成了一只眼睛。我会习惯拉长一点，然后会比较平拉，不会。但是看每个人，有的人会喜欢最后眼尾是飞上去的，就会感觉比较有精神。但我会希望眼睛可以柔和一点，因为我的脸部线条算是比较刚、比较中性一点。嗯，眼线画完，整个人感觉就很有精神，其实已经可以出门了。可是如果你还更需要再有妆感一点的话，还可以加睫毛膏，我会刷在可能是眼睛的中间。哇，好美哦！然后有时候我会下睫毛也会刷一下。好耶，完成了，眼睛变得很有精神。然后其实平常我只要稍微有一点眼妆、有眼线就可以出门了。希望大家觉得好玩啦，会觉得无聊吗？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